最好的方式是房子买大一点，就不用做阁楼，这样知道吗？因为阁楼都是拿来储存东西放地方的。欸，我也常常看到那个什么日本那个住宅改造网，他就是那个阁楼啊，就拿来当做他们对，比如说他们常常有那个屋顶，有没有？这样子，然后上面那个空间就是拿来放储藏室，这个也常见。